喝咖啡的方式倒挺别致的呀，你就不能兑点水啊？味道还不错。我刚才呢排查了一下，我觉得那个屋不错，我决定我就住这屋了。我看也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说我们住这屋挺好的吗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们住在这屋了？我两只耳朵都听着了。行，那一定是我刚才表达的太含蓄了。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女人睡那屋，男人爱睡哪睡哪。摄像头怎么了？谁看你啊？起来大大方方走不行啊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来呀、啊、，Go Go Go！跟谁俩呢？啊，这屋挺好，我要了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你也要一起睡啊？谁跟你一起睡呀、啊？你一天净想着美事呢。你出去，我留下。你让谁出去呢？你出去。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谁动手了？我说啥意思呢？我说你这，对吧？长这么壮实，这么男人，这白胖的，那你那个人胖的怎么样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老弟啊、哦，这今天我给你面子，听着没？换以前我跟你说我。好吃吗？还行。你感官有问题吧？好。